平安，我是台北卫理堂的吴嘉玲牧师。今天要读的箴言这几章主要方向都是耶和华，重点不仅在于所有的生命都在神关怀的眼目下生活，重点还在于神性格的道德尺寸决定了他如何看待我们过的生活。留意类似这样的经文，帮助我们更明白上帝所喜悦的究竟为何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箴言15到19章。箴言第十五章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。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，恶人善人他都检查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，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。义人家中多有财宝，恶人得利反受扰害。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，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。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。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。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，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。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，何况世人的心呢？亵慢人不爱受责备，他也不就近智慧人。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，心里忧愁，灵被损伤。聪明人心求知识，愚昧人口吃愚昧。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，心中欢畅的常享丰颜。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，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。吃素菜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。暴怒的人挑起争端，忍怒的人止息纷争。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，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。智慧子使父亲喜乐，愚昧人藐视母亲。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，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。不先商议，所谋无效；谋事众多，所谋乃成。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化合其实，何等美好。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，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。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，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。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良言乃为纯净。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，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。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口吐出恶言。耶和华远离恶人，却听义人的祷告。眼有光使心喜乐，好信息使骨滋润。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，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。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。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第十六章，心中的谋算在乎人，
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。人一切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，你所谋的就必成立。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，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凡心里骄傲的，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虽然联手，他必不免受罚。因怜悯诚实，罪孽得赎。敬畏耶和华的，远离恶事。人所行的，若蒙耶和华喜悦，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多有财力行事不义，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王的嘴中有神语，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。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，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。作恶为王所憎恶，因国位是靠公义建立。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，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。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，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。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，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。得智慧胜似得金子，选聪明强如选银子。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，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。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，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。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，依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。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，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。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，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。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，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。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，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。匪徒图谋奸恶，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。乖僻人播散纷争，传舌的离间密友。强暴人诱惑邻舍，领他走不善之道。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，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。白发是荣耀的冠冕，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。铅放在怀里，定是由耶和华。第十七章。设筵满屋，大家相争，不如有块干饼，大家相安。仆人办事聪明，必管辖宜修之子，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。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
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，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，戏笑穷人的是入墨造他的主，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。子孙为老人的冠冕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。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，何况君王说谎话呢？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，随处运动都得顺利。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，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。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，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。恶人只寻背叛，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。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，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。以恶报善的，祸患必不离他的家。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，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静。定恶人为义的，定义人为恶的，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愚昧人既无聪明，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？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，乃是无知的人。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，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。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，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。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，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恶人暗中受贿赂，为要颠倒判断。明哲人眼前有智慧，愚昧人眼望地极。愚昧子使父亲愁烦，使母亲忧苦。刑罚一人为不善，责打君子为不义。寡少言语的有知识，性情温良的有聪明。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；闭口不说，也可算为聪明。第十八章，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，并恼恨一切真智慧。愚昧人不喜爱明哲，只喜爱显露心意。恶人来，藐视随来，羞耻道，辱骂同道。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，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。沾寻恶人的情面，偏断义人的案件，都为不善。愚昧人张嘴起争端，开口招鞭打。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，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入便得安稳。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，在他心想犹如高墙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人有疾病，心能忍耐，
心灵忧伤，谁能承担呢？聪明人的心得知识，智慧人的耳求知识。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，但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。撤迁能止息争竞，也能解散强盛的人。弟兄结怨，劝他和好，比取坚固城还难。这样的争竞如同奸债的门栓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，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贫穷人说哀求的话，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。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，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。第十九章。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。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，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。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，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。财物使朋友增多，但穷人朋友远离。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。好失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，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。贫穷人弟兄都恨他，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。他用言语追随，他们却走了。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，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。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。愚昧人宴乐度日是不合宜的，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？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，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，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，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。懒惰使人沉睡，懈怠的人必受饥饿。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，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暴怒的人必受刑罚，你若救他必须再救。你要听劝教，受训诲，使你终究有智慧。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，穷人强如说谎言的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，他必恒久知足，不遭祸患。
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，就是巷口撤回，他也不肯。鞭打谢曼人，愚蒙人必长见识；责备明哲人，他就明白知识。虐待父亲、撵出母亲的是宜修智入之子。我儿，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。匪徒做见证，戏笑公平；恶人的口吞下罪孽。刑罚是为谢曼人预备的，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。